you, I O U, I U, I U, I love you。爱友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三，陪伴咱乡亲好朋友，加油每一天。需要服务车卡，控诉七六一八八八五，控诉七六一八八八五。我请先代理经销，有一定少散，专门来讲治疗免少结少，黑骨穿少，假婚引起的婚少，感冒少，少甲会流鼻水的，少甲会塞鼻的，少甲胸坎拢总会疼的，少甲饮食困袂去的，少甲头昏昏脑顿顿的，拢总赶紧到附近。指定药房，加见面，由我请先代理经销，求得定少散。爱友电台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台湾艾滋光公益协会提醒大家，爱会记哩护眼三三三，用眼三十分钟，休困三分钟，看远三公尺以外，出门爱会记哩目睭防晒，定期检查目睭，提早发现，提早治疗。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和爱幼广播电台关心咱大家的目睭健康。亲爱的阿公阿妈，辛苦的阿姐阿姨，我是爱幼小苹果，最辛苦了，请你做回甲小苹果阿妮做，阿公的顺时针洗洗力，双手拍开爱三下，屁股扭扭转三圈。FM 九七点三，爱幼电台提醒你，随时动一动，身体才会健康哦。南投竹山玫瑰体能训练中心服务竹山、鹿谷、云林地区的身心障碍者，帮助他们生活自理的训练，让他们重新走入社会。邀请您一起帮助这群漫飞天使，让他们能够重新飞翔。我们的爱心专线是0492656995，控诉 Q 及65699，感谢您的爱心，多谢您。哎，昨早车走到半暝，就忝的。哎啦，还无变能会得口腔癌呢？哎呦，我这衰啦，癌！你无听阿英某在讲哟，阿英顶个月去病院。就着口腔癌，啊、因为小办发现啦，听讲更严重了。安尼哦，嘿啦，卖提起啦，病人经改掉，像我嘛改啊，要提神吼，吃口香糖、啉咖啡，麦当有精神啦、啊。好啦好啦，为了关心我，甲顾自己囡仔吼，我听你的啦。好啦，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。心若水，看什么拢顺眼。八堂放好看，福气自然就大。林妙书，娇如，欢迎到阵来收听。中华爱幼调频广播电台 FM 97.3。刷得来，请继续收听。班长、副班长、收主持人，共同小会大侠。